来，他真的就是他的问，不是他有问题。我对你的好，你真的都不记得了。我在的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不在我这边，我不在意我。我怎么不在？我真的是为了锻炼你好吧？我不善于言表，你知道吧，主任？就是你还不善于言表呀、啊？就是很，就是爱嘛，就是对于爱这方面，我不太，就是觉得在表面上，因为我觉得表面上很假。哦。所以、就是，那你骗我就很真了是吗？真真心心的骗你，这没完了就。你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打算结婚吗？之前父母已经是在商量要结婚这问题了啊。我总觉得他是不怎么在意我，但有些事情还能让我坚持一下，我就心里也是很矛盾，想离开又舍不得，但是在一起又感觉自己特别委屈。就谁现在在生活里不吵个架呢？你们俩为什么事儿吵架吵得最？我俩的吵架很，我都不知道很多事儿，因为什么他就生气了，我去哄他吧也无从下手，他总是生气，一点小事儿就生气。开始吧，刚处对象时还知道我们出去玩，跟朋友一起出去玩，还知道给我们送吃的送啥，还送好八好的无花果啥的。行，这不重要啊。问问女生啊，来这儿争个对错的目的是什么呀？就是如果真的他有问题，他能改，我愿意继续跟他在一起。如果是我的问题。那我也会去好好想一想，到底我是怎么错了？我就是觉得他不在意我。好了，但很多事情能印证的地方，我感觉他做的太让我失望了，就是心里没有我。不是你所谓的不在意，你就是刚才你举例的那些事儿，是吧？好了。还有一些平时这些小事，很多都不记得了，我就觉得他心里没有我。哭啥呀？有点事。有你，多丢人！你自己擦，我不给你擦。你不要我自立吗？用不着你。嗯。说实话啊，这一幕基本我没看太懂。我努力跟上他们思维的节奏，但是我发现我怎么也跟不上，因为女生今天使用最频繁的叫她不在乎我，然后再加一个词儿的话叫我感觉她不在乎我，于是举了很多生活里的细节，可是她又不想离开她。今天来的目的再重复一遍，告诉我们大家好吗？是干嘛呀？就我就是想知道，到底是他对我就是没那么在意，他做对我的做一些事不这重要吗？如果他都是真的是他有一些问题的话，那我就不想继续了。其实是对这段感情现在持有怀疑了。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